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洪家腾的执行长 Tony 来跟站长来聊一聊天。今天有很多问题想要考考他。没问题。Tony， 从你踏进这个产业，我们那时候就认识了嘛？对。到现在我觉得有六年了。对，六年。那这六年，我觉得洪家腾改变真的蛮多的。那我自己刚刚回想一下，就是几年前那一次三轮车那次金氏世界纪录，我觉得印象真的非常深刻。没错，而且我们还跟维明哥一起从台北港一路骑到南昆森，然后带电子再骑到总部。对，然后那时候大家一台一台车排好，然后我们骑进到整个总部工厂这边。你还记得那时候多夸张？那个金氏纪录它要求每一台车时速不能超过时速30公里，而且两台车之间还不能超过两个车身。他怕他算不清楚这样。对对，2016那时候办了好几个活动。金氏世界纪录应该是印象最深刻的。对，没有错。等于是说，从你来到我们这个产业之后，真的带来很多变化。一开始很多人说我是来乱的。对，而且说到来乱，我觉得从去年开始，那疫情啊这样子持续升温，然后到今年真的变得比较严重。没错。我觉得在以我们来看好了，我的感觉啦，我自己骑车的时间变多了。那以一般大家可能需要通勤的人来说，他可能，我觉得他在考量交通这个移动的方式上面，他在未来，我觉得这两年一定会对未来造成一些影响。你怎么看这两年来的变化？这两年来的变化其实有好几个事情啊。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疫情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可能搭大众交通工具会比较有顾虑。所以你看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在2019年的时候，政府宣布一个新的计划，所以可能这个七系燃油车太旧换新也有补助嘛。对，那再来确实也有越来越多样化的车辆进到市场，所以导致于去年我们很辉煌的整个总市场有达到103万台，总市场是往上走。那到了今年，其实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总市场一定会往下。对，去年一个高峰了，因为去年多卖了大概20万台左右。那今年就一定会有这种提早消费的，今年会少一些。对，那我们在差不多5月，我们都一起遇到了3级警戒嘛。那3级警戒这一次冲击到的就不是大众交通工具敢不敢用的问题了，而是敢不敢出门的问题。对，那你不出门，经济就会停滞嘛。那在这个节骨眼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痛苦。但是相对的，我想各大车厂已经也在沉思市场要的是什么。那对于在后疫情时代，你要么叫 Uber， 要么叫 Foodpanda 嘛。那另外的一些餐厅，他可能自己也会想要有1到2台车自己来做外送。自己的外送。所以摩托车里面，我们观测到去年103万辆，不开玩笑哦，可能有5到8%真的是买来做外送的，包括我们指的是宅配。对。哦，你看这个 EC 的整个发展多蓬勃。那这个后疫情时代跟新的商务时代，其实机车这样子的存在，它便利于民众的通勤跟求学上班之外，其实它可能对我们整个商务的运作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真的蛮多可以聊的。那疫情带来很多商业模式的现况哦，那消费经济可能有一些冲击，但是哦，任何的冲击后面都会带来一些改变，这个改变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就变得很重要。了解。那我们就回头来看洪家腾这边，我问一个尖锐一点的问题。可能去年大家都说洪家腾是不是在放弃油车了，完全走电车？那当然现在又有所谓油电平权哦这样的说法。那你怎么看洪家腾在这一块的布局？其实是这样，洪家腾在机车的这个 own branding 不能算得上是大厂，可是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很认真在开发差异化的车，包含你看我们这个周杰伦代言的 3D350，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对我们来说，电动车本来就是国际趋势。所以16年就已经做了决定，我们就是要往这方向，一定要有一个开发案，而且要很具体。我不是做一台，我是要做一个全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发展性的。所以其实我们研发中心是有电动车研发中心跟燃油车研发中心哦。这边就先回答到你了。既然研发中心有这两个单位，当然没有要放弃油车嘛。那中间这个禁售燃油车的计划，全球都在喊了啊，台湾也喊了嘛。所以对我们来说，第一个重点就是七期引擎到底要不要再加速开发？那个当下看到国际趋势跟这个政府都已经宣布了禁售燃油车，那我们电动车也正在全力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资源的挪移，它是势必的。那后来呢，我们也关注到啊，局势又有变，所以其实你仔细看，我们去年一样有推出 Dory EL5 ABS 七级燃油车哦，它的开发时间、测试验证都需要时间的。那我们不会停止开发任何的这个计划，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些 R&D 的资源会进行挪动，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看哦，我公司这么大，如果我今天很贪心，我什么都要，最后没有一台车，
像样，没有一台车能卖，它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冲击。那你问这问题非常尖锐，我也不怕回答。洪家腾确实还有好几台非常有优势的油车在开发中，目前所有的外部因素都没有改变我们内部的整个 roadmap 的设计，因为这个是在我们2018-20就一直在不断的滚动式的修正。那电动车这一块，其实 AI 1跟 AI 3推出之后，我们就是密集的进行 AI 2跟 AI 4。而事实上，除了这四台以外，还有别的电动车在开发中。那油车又更多了。我现在手上已经进入在最终阶段的油车，其实就已经有大概三台。这样讲好了，那既然是油车有机会，你都来上我们节目了，对，那我们要想象一下好了，这个市场上还缺少什么样的油车？我觉得我讲两个方向性啊。第一个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这个商务的需求，它如果是要载货的，对，我觉得不外乎就是三件事啦。第一个，送货它是身材器具，身材器具它可能就不会改 Brembo 卡钳嘛。那以这个方向，他可能就会很极端的希望他的用车成本可以降低，没错，希望他的保养维修成本可以降低。对，那再来第二个，这种可能物流配送或送餐用的，他要考虑到安全性，因为一般人骑车一天可能平均的时间，哦，平均路上没那么久，你大概一天啊，真的你半小时一小时差不多啦。可是你这个专业的外送人员，你一天可能是8-10小时在用，对，都在车上，你都在车上，那你这个车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的整个实用度。所以我觉得从商务的需求来看，他从造车，从这个我们叫 ROITCO， 哦，他买那台车，他一定希望投资报酬率嘛，那他一定会看他整体的持有成本，包含从他买的价格到他用的成本，到他长期保养维护，跟他使用中的安全性、使用中的实用性。所以这件事情就不分油电，我们只要是开发商用车型，我们叫这个 utility vehicle， 它油或电都一定会满足到这三点，实用性、安全性，还有整体妥善率跟持有成本。那所以这一块就是洪家腾会非常重视。那另外一个市场是什么？更有个性的。其实台湾2020年的整个监理站103万台车，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低价化。因为强补助嘛，对，所以会有大概20万台都是汰旧换新跑出来。没错。哦，那这个是一个话题，但是今年变化更大，今年叫 M 型化。今年什么概念呢？低价车维持的还不错，高价车大幅成长，对，中价位的车往下掉了，对，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低价车的换车潮，它肯定就是非换不可嘛。哦，那我们有关注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低价的车辆，它上一台车骑的越久。没错，哦，所以他可能是已经使用了8-12年的车，他在这一波可能换成一个低价车，希望他再战12年。举这个例子，这个 mindset 在这边。那高价车其实在今年就很有意思啊，我们包括友商，哦，友商推出的车款，不管是 KRV、DRG， 它的销量都是很亮丽的。哦，那在这之前，另外一位友商推出的从 S Max 到 Force， 这一种就是会让人向往，把骑车视为是一个浪漫，把车辆当成是一个个性的延伸跟配件。沒錯，所以洪家腾就是这两个市场会是我们造车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 stylish、sporty 跟旗舰感差异化，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怎么在 utility vehicle 上面去提供更好的妥善率、实用性、安全性，而中间它连接的桥梁就是车联网。因为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你都会需要智慧科技来做到一定程度的辅佐，那只是两边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对，其实我刚刚本来想，我自己想到的是这样，就是说不管是油或是电，中间还也是有一个桥梁，就是车联网。是的，我说所有的车，你对现在再加上我们的科技，加上手机之后，都可以作为车联网。是的，以现在来说好了，我们当然已经我们的 Coursera 已经有好几款产品不断的在演进。是，这些演进中它的差异化是什么？好，那其实站长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概念是这样，因为洪家腾其实是一个非常敢冲的品牌，因为我老板 Alan 钟总。他很拼啊，像你看哦 ，Audi 正在玩日行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概2010年。2010年全世界的车都还没有煤灯、日行灯、昼行灯。其实 Audi 在这一块它是很拼的哦。对，灯具大厂，灯具大厂。在同一时间，洪家腾成为全台湾第一个机车厂、把日行灯标配在机车上。我们的 Audi 125。那再来，我们也成为第一个把头灯 LED 变成标配 ES150。我们也是第一个把三轮车导上路 3D350。我们也是第一个让黄牌车人人买得起 Elite 300。第一个把 USB 充电变标配 ES150。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第一，
都有影响到市场，导致于大家都开始不要说是跟进啊，或者是加码，这是全部都可以回头去看哦、喔。嗯，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它就会变成只是呼朋引伴，我们没有做出真正一个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并且别人跟不上。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我非常大胆的跟我老板提出一个建议，我们要像 Google 一样组一个 XLab， 专门以自己的平台为基础去破坏创新，而不是在一上面再加 0.1 变 1.1。 后来我们就发现的机车市场50年来什么东西都有在改了、哦、你看到后来这个不管是引擎的变化、哦、燃油性的变化、扭力的提升、哦、或者是车型的设计、车架的设计、排气管的设计，包含整个传动的设计，你会发现整台车五十年来最没有什么改变的叫仪表，因为我所谓的没有改变，不是它的显示科技哦，而是它五十年前的功能是油量转速时速，对，五十年后还是油量转速时速，对。那这件事情它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在看创新是这样的、啊，如果有一个东西它都不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不需要变？还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改变。嗯，那个时候内部就有很多的讨论。那我那时候跟我老板讲一件事情，我说、哦、一个骑士在骑车的时候，基本上只会看三个地方啊。我们针对那三个地方去做改革，应该就会有效果。嗯，骑士看三个地方最清楚了，正前面看路，你的头转到哪边就看到哪边。对，第二个就是看后照镜，后照镜，后照镜你一定会看。第三个就是看仪表。基本上骑士只会看这三个地方为 96% 了 ,97%、嗯、我们真的有去做分析哦，骑士都在看哪边、嗯、那我们认为骑士会看的地方就是心之所向，也是改革的重点、嗯、所以看路、看后照镜、看仪表是最重要的三个视角、嗯、最终我们2016年做了一个决定，先改仪表，我们用了网路爬虫科技去查出全部的论坛最常在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超速，就是迷路，就是事故啦，机车族最在意的三件事。那我们认为仪表可以先帮他做到其中 2.5 件。第一个，我可以提醒你速限跟超速照相机的警告。对。第二个，我可以帮你做导航。那一旦我可以帮你在测速照相机的地方提醒你减速，你也成功了，是不是代表你在危险路段的速度会慢一点？对。那我们就评估这个对安全性其实是有帮助的。嗯。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把守护光圈越做越粗啊？那其实很贵呢。那个36颗 LED 加扩散剂加上面的导光条，那个整组下去其实跟头灯上面的昼行灯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更贵、嗯。可是它为什么重要？因为我可以提醒你，例如我红色的光在闪烁，你就记得减速。嗯，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原理。所以这个原理一直都没有变，但是一直在进化。所以当时搭载在 ES150 上去的 Corsair 1号，它最大的挑战就是，第一，如果我按照当代科技哦，真的要把时速的这个警告、测速照相机的警告，包含是导航，全部做进去，它光是成本就破万，哇！它光成本就破万，还不要讲什么两年不限里程保固哦，还不要讲什么阳光下面的破坏耐久，萤幕不能变白，不能变淡。最终我们的决定就是直接跨海找到 JDI， 找到 Here Map， 跟我们自己成立的车联网团队，直接去做一个分离运算系统。结果2018、16年研究，17年研发，18年上市，到现在这件事情依然没有被赶上，没有被超越。嗯，因为太难，它不像是装一个 USB、装一个 LED 头灯、装一个昼行灯，对，这么简单。所以洪家腾目前做了两件事情最难被追上。第一件事情，逆三轮重机。嗯，因为你要在车子的架构上，两轮变三轮，这个涉及的研发很多嘛。对。第二个就是 Corsair 的分离式运算科技。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很痛苦。第一个，你把它分离到手机上面来做运算，那你手机这边你的作业系统跟 APP 的开发难度就很高。对。然后 Apple Android 又因为隐私权大战，一直在限制萤幕关掉之后的 App 运作，对，跟资料的串接，所以我们就要越投越多，一直加码我们的开发团队。我们又结合了 CAN Bus 的讯号读取，跟 Gogoro ECU 可以联动，又结合了我们所有换电车最大的痛点。叫做没电不知道去哪里找换电站，所以我们又要去开发出一旦没有电就要自动问你你要不要去换电站的叫做 AI Assistant 的功能，你跟他说你要去，他其实默默的就启动你手机的 App 算出最近换电站的距离，再默默的把 turn by turn 讯息投到仪表上让他带你去。这个太难了，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边做边觉得很痛苦，因为 App 一直改，平台一直限制变多，对，然后车主的手机选择也变多了，
这全部的变数都会变成边缘性运算 App 开发的痛点。对，所以我们就要服务更多的车主，要解决更多的变数，要一一去做测试。是的，嗯，难度一直在上升。哦，那到了 AI One 之后，其实 Corsair 5号就发表嘛。其实，在2019年我们发表 AI One 的时候，我们同步就已经开案研发 Corsair 6号。嗯，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所以2021年的6月，也就是上大概两个月前，我们就跟友达光电合作开发的 Corsair 6号就问世了。嗯，里面搭载了我们独创的 XOS 高度客制化的作业系统，搭载了 N 字谱的车用晶片。嗯，这个车用晶片叫 IDAMS 6，它是用在福特的轿车上面。我们把一台70-80万的福特轿车的主控晶片之一的 IDAMS 6拿来装在我们的摩托车上面，然后用 Corsair 6号高级车用晶片，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想的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要去坚持2016年的想法，当初那个很纯粹的念头就是我要解决你超速危险路段没有智慧通知迷路的问题，而且我希望越做越好。所以其实消费者应该可以感受得到，洪家腾是蛮固执的，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做，直到这一次我们甚至还做出了可能后方死角的预防系统。嗯，那其实这样子的科技没有人做，它就会有一些争议。哦，甚至我们一发表就会有人说，哎呀，你做后方显影是不是想要叫消费者不要看后照镜？嗯，我说你误会了，我们就是希望你看路看后照镜，认真看，但是有些地方你看不到。对，举个例子好了，我自己就在这么好像21岁的时候发生过一个很重大的车祸，我这边还有一个8公分的疤。我当年就是因为我本来做完十字韧带修补术，我已经动完手术了，结果动完手术过不到一个月，我复健到一个程度，我又想要，我又骑摩托车，我要上班，结果我就再一次的回转的时候被后车追撞，我那时候骑光阳的铁克诺啦，直接去撞安全岛，然后铁克诺的那个前挡风板，左右方又有一个造型比较尖，直接插进我的伤口，我的十字韧带修补术在三军总医院开的刀。直接那个已经缝合的伤口，一个月后被那个前挡风板直接撞进来，因为我181公分，我的脚会比较高，对，然后我在回转的时候，我的坐姿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嘛，然后就那个刚好就天时地利人和一撞，而且不是他的车子设计问题，是因为我被撞的时候，我整个车本来是这样，已经变这样了，那撞击力道这么大，那你知道刚好是撞分隔岛，不是撞墙，所以前挡风板没有支撑。直接就是前面的前轮顶住分隔岛，后方汽车往前压，车子往上，然后挡风板直接插进我的伤口。这个事情就是我亲身经验，21岁出车祸，过了10年了，摩托车这种问题没有被解决。嗯，我们就有一个野心，我们多一个辅助。嗯，那有需要的再买就好，你打方向灯，后方影像就秀出来。嗯，所以就算你认为那个功能是多余的，它本身依然是行车记录器，我也没有让你多花到什么钱。我们只多了1000块，变成 Sony 前后镜头 Starbiz， 在外面的坊间光是多 Sony 感光元件就不止多1000。更何况我们卖的那组行车记录器变 Sony Starbiz， 也有 WiFi 可以读档，也有碰撞锁档 ，1080p 防水，又外加了 Corsair 6的 DAPS。其实 DAPS 是送的啦，我们用赠送的方法。只要我 Corsair 6号做得到，镜头讯号能够串得进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功能送给客人。如果在1年365天，全体车主有1到2次的关键车祸，因为这个功能，而能够救命，能够让你因为少看后面一秒，多看前面一秒，那老实讲，被误会被骂我都甘愿了。对，那我不能说每个功能一定有用，哦，就像是我一直在强调看路看后照镜，但是你在看的时候永远有死角。因为我们跟汽车不一样，你汽车有3个镜子啊，我们会一直去追寻什么是消费者要的，对，需求是什么，需求是什么，那野心其实在那边啊，但是整套 Corsair 已经 ready 了，所以当时候到了，我们就有办法开发出更强大的功能，所以这是洪家腾的使命感，我们想要去开发出一个大多数车主都用得起的科技，所以你看 Corsair 5号最低价的车款84980哦，还没有补助钱，你现在随便一台125七引擎的 Sporty Car， 哪一台没有超过8万9万？所以我们的车子真的贵吗？其实蛮便宜的。但是你要考虑到可能，有人会说要月租费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状况啦。我只能说，没有一件事情绝对是对的或错的。但是我们会尽力去做，而且安全科技不分油电。我们现在也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啊，我刚好强调了，我们的油车也在开发嘛。那这些 Corsair 带来的安全科技要怎么样陆续的也让油车的车主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就是我们凭良心讲，
认真在做，洪家腾就是接地气，洪家腾就是在乎。我觉得我最近接触车厂，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话题，就是因为手机是走在机车的前面，它已经做了一些很快的革新，所以机车界中谁是 Nokia， 谁又会是革新的 iPhone？ 这个我想问问看你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就是到底是谁消灭了 Nokia？ 我可以先快速聊这一题。哦，那手机这件事情是这样，灭掉 Nokia 的不是 Apple。但是大多数的人会把它拿在一起比较，因为刚好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对，但是你真的把时间轴拉开来看，灭掉 Nokia 的是两间公司，一间叫做 Google， 一间叫做 Nokia 他自己。Nokia 当初在全盛时期的时候，他真的不开玩笑，那市占率简直哦，叫做全球独占市场，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的。对，那到最后为什么他会这么痛苦？因为他不是不知道要做智慧型手机哦，他也不是不知道要做触控手机哦，但是他永远都是先背葛、先阻挠、先拒绝，最后不得不才推个东西出来。你就知道要做智慧了还不触控，坚持要装个键盘告诉大家这才是对的。所以等到最后他发现要用 Android 的时候呢，不好意思，轮不到你了。所以灭掉他的是他自己家 Google， 因为他在对的时间都没做对的事情，总是在错的时间才回头做上一个 generation 对的事情。所以轮到你做，你永远都做别人做完的事情，你怎么创新，怎么突围？更重要的是，整间 Nokia 95% 的人都是从 feature phone 出来升官到主管的，他的 mindset 跟他的 decision maker 的位置，他的做一些关键决策的时候，他的想法，他有太多的包袱跟太多的过往的历史，导致于他会觉得水往下流，而不可能水往上流。这个趋势线的思考在决策者的心中是很重要的，所以 Nokia 是他被他自己跟 Google 灭掉的。刚刚这一题我来回答，机车界怎么看？首先，机车界现在有没有 Nokia？ 我不知道。那机车界现在有没有 Apple？ 有一间很接近，叫做 Gogoro， 很接近。那最后到底是 Nokia 跟 Apple 谁会赢呢？不好意思，我们以手机来讲，这个月有一件大事，小米的手机市占率变全球第一。对，不是 Google Pixel， 也不是 iPhone， 所以最后到底会赢的是谁？凭良心讲，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变数很多。好，那洪家腾在这里面会是什么角色？这里面的角色是这样，我觉得洪家腾更像是当 Google 推出 Android 之后，试图在这个开放式的平台里面走出自己的路的品牌，所以洪家腾就是洪家腾。Google 也走他自己的路啊。同一时间 ，Google 自己在扮演 Apple 的角色，而 PPGN 试图扮演 Google 的角色。所以这两个角色最后他会怎么去运作，那也是蛮值得关注的。但这题可能站长要访到 Google 的人比较好去问，我没有办法代表他们回答。但是作为 PPGN 联盟，应该是目前在印度跟中国的合作案还没有蓬勃发展落地之前，我们目前应该还是 Google 全球最大伙伴啊 ，PPGN 里面。那我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个合作？第一，我们的 mindset， 我们就是 Google 的 Android 系统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概念上是像这样子的。但是有趣的是，这个 Android 系统的 owner 不是 Google， 变成 Apple 了，所以我们把它想象成开放授权使用你手机可以装 iOS 的时候，那个手机会长怎样？从这个角度去发挥想象力的时候，爱因斯坦说的就对了，想象力比专业还重要，比知识还重要。所以洪家腾还是希望拥有一个高度的接地气又有想象力，但是在造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跟非常强大的伙伴来合作，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跟 JDI 或者 Peer 或者友达合作经验，还有包括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我们智慧交通也跟资策会跟交通部跟很多的单位去做研究，那车辆我们跟 Gogoro 一起合作，整个 PPGN 我们也造了这么多台车，目前你看到的 AI1234 在我们内部叫 G1 Project，G1 的 G 不是 Gogoro，就是 Generation，电车第一世代产品，那进到了电车第二世代的时候，你势必要走出更多的路，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会一直变，三星的第一代的 Galaxy 我记得是2010年、第一代的这个银河系列第一支手机叫 Galaxy S1、到现在已经 S21 了，哇，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就会发现，身为一个 Android 的平台本身的那些 feature 跟它的差异化，就越来越不是大家讨论的重点，而是如何在这上面枝开散叶，走出自己的路。所以我觉得回答你的问题，第一题就是 Nokia 是被自己害死的，不是 Apple。第二题 ，Apple 跟 Google 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 Gogoro 更特别，他自己造车的团队，我个人觉得很像 Apple。但是 Gogoro Solutions 也就是 PPGN 的这整个 project owner， 他更像是
一个开放的 iOS。所以我们在参与其中，其实会觉得现在还不到讨论谁是 Apple、谁是 Nokia、谁是 Google 的阶段。但是机车的整个世代的交替，整个电车的趋势、车联网的发展、油车的差异化，现在可能才正要开始。其实讲到差异化，我觉得我们宏家腾就是 Coursera 这个部分真的是很突出的一块啊。那我们现在目前算是六号来说，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功能？我多爆一个料啊。这次 Coursera 六号其实跟友达一起在合作、哦，里面搭载了 N 字符晶片跟 XOS 作业系统，当然就势必它未来就会开始展开自己的应用开发跟韧体进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原本的 Coursera 五号跟一号的车主，则是会因为 App 持续进化，所以我们的 APP 的进化就会优好到所有的平台，但是六号本身自己的进化，一定也会替他自己带来巨大的价值，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功能还在进化当中哦，会随着 Volta 继续再提供新功能，我们叫 Smart Notice。在5号跟6号里面有一个共通点，它都有智慧通知。那5号就是文字，到了6号会有图片，会有动画。再来，我们过往的这个音效哦，就是透过蓝牙耳机嘛。那这些音效的内容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会来自于我们可能在仪表这边的进化 ，App 这边的进化。那以整个6号来讲。我们就是把整个界面做了很大的革新，包含其实导航一样是 turn by turn， 但是你会在六号的 turn by turn 上面觉得，哎，好像一样只有箭头跟文字跟数字，为什么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在使用者体验跟界面的设计上有很多的雕琢，对，也因为更大的萤幕哦，还有就是整体的设计，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哦，抵达目的地啊，或者是 turn by turn 这些情报都会越来越精准。那结合了后方影像显示进来。就算你正在导航的时候打了方向灯，后方影像进来，你的导航会缩小到左上方，turn by turn会继续哦，所以你不会因为看了一下后方影像就忘记下一步要往哪边走。这很多的细节都是在六号，因为有自己的作业系统，才有办法去做到这些事情。哦，那在未来，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的去发展更多的这个性能，让它功能可以更全面。那回归到根本，我们其实不希望消费者边骑车就一直在看着萤幕，所以你仔细看哦。如果后面的影像可以接进来，而且你边骑车，整个界面就是一直后方影像一直在动。讲白一点，我要在上面播《复仇者联盟》播影片也可以啊。对，理论上是可以，100%可以啊、嗯。但是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哦，因为这个就失去了很多为安全考量的意义。所以其实就是有一把尺，每天在那边为难，你知道，到底是要多炫一点，还是要多安全一点？对，對哦，那我觉得今天也谢谢站长给我这个机会，就是。把更多的细节和更多的看法可以做一些分享跟沟通、所以真的很多事情是技术可以达到，可是就我们车厂来说呢，还是要针对骑士的安全持续来做考量跟进化，这才是最重要的。没错，那我们今天也谢谢 Tony 来跟我们做访谈，真的分享了很多啊。那如果大家使用者呢，或是我们宏家腾的车主，对我们 Tony 啊，或是宏家腾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那欢迎在以下的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次可以再聊聊咯。好的，好，那就这样子，谢谢，好，拜拜，拜拜。